大家好，我是冰冰。我们现在人在哪里？韩国的青瓦台。哇，这是我们的育婴顾问哦。嗨，大家好。哇，育婴顾问，你九月份的周年庆领了多少钱啊？215万。哇，好多哦。真的。那在我们天利啊，是不是就是有什么要跟各位说，就是才可以达到这样子的高收入？你真的要怎么给激励？好，在天利呢，不要有太多的个人思想，你只要听话照做，然后把你脸擦漂亮了，有没有？跟紧上线，跟紧下线，跟着公司的系统走，每个人都可以成功。你看，像我传统行业是一个卖鞋的一个店长啊，我的月收入3万多块，可是呢，我进来天利3年多，我居然领到多少，超过1000万的收入了耶。原本只是一个月3万元的卖鞋子的店长，居然可以翻转人生，就在天利耶。真的，我们要认真努力，然后擦漂亮，只要你踏出第一步，我们就可以一直勇往直前的踏上这个财富列车。真的，一定是因为现在刚好我们天利正好在趋势的风口上，我们在起飞中。